在上一集中，猪猪侠他们和三只异特龙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最后利用异特龙的弱点战胜了他们。各位，我表哥就在前面了。表哥，好久不见。表弟，好久不见。这几位是？哇，你身上有好多点点，跟剑龙长得也很像呢。让我查看你的资料吧。园林所。名称：丁状龙。生活时期：侏罗纪晚期。生活环境：森林。种群：剑龙类。身长4.5米。食物：植物。特点：从背后到尾巴长满尖刺。你好呀，丁状龙，我们是超星特工。你们好。我们在森林里迷路了，你能带我们出去吗？可以呀，不过我比较好动，我们比一下，如果你们赢了，我就带你们出去。好呀，你想比什么？比什么都行，你说吧。那我们比打滚吧，看谁滚得最远。好，那就比打滚吧，我肯定不会输给你的。准备好了哦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哈，看我的无敌猪打滚呀。那个我好像卡住了啊。我们来帮你。你满身都是刺，不好下手啊。是啊，刺太多了，完全靠近不了。看来刺多也不一定是好事呢。用绳子试试。超级背绳子，我们大家一起把它拉起来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。啊，不行，丁状龙太重了。我有办法，园林所召唤2汽车。可恶，2汽车变形机器人形态。成功了。谢谢你们。不用谢。你们赢了比赛，还救了我，我带你们出去吧。耶，太好了。